我今天来讲解我们今天的一些全教高手应用方法。然后很多练习太极拳的人一定会有个疑问，那我们练云肘这样子的动作，它有什么含义吗？从云肘到高杆吗？有。其实很多动作，我们无需看它两只手的，因为我们只要拆开，它重点在什么？捞啊，捞这个动作。当对手哇，手捞住高杆嘛，有个接准的动作，搭过来，转身，这就是转身当头号可以应用方法。